第三个呢，就是顶的问题。你要说不顶的话，我们现在这儿有很多推手的高手，他会笑你的。这个我们全部是不练到一定程度是放松不顶，是因为你顶过，我是顶过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太极的高手参加过比赛，跟别人顶过，并且用过蛮力，没有关系。等你知道自己身上的劲儿如何，会用你身上的肌肉，不怕对方顶的话，咱就说呀，艺高胆大，知道能掌握对方的劲路的时候，你就不用再用力了。绝对不可能再没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就不用力。这是有关顶的一个，我可以给大家也试验一下。 推的话，推这个地方，用上力。我一定要顶。一开始顶的时候不太会顶，可能你可以用力推，可能会要这样，但通过顶的时候反复调整，反复调整，它会调整到这个对的地方。这时候呢，它那个力就往回走了，是吧？就是这是因为你顶住了。一开始的时候要经过这么一个调整的过程，把这个力呢。 调整好了，顶好了，我会顶着，它在背后。所以一开始呢，等这个通过反复的练习啊，你身上有了这个知道怎么顶了，也实际上我说这个顶就把它顶满之后，它会转。所以知道了之后的话，它再来顶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你会轻轻的哎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是顶上，但现在呢已经会顶了。 这样也得顶，也得用上力，然后呢，让它顶过，顶过。